永恩打会，搬了两边搬了飞机跟小炮，妖姬也被搬，找到这个野，蝎子吃到了，会不来吃一下吗？算了，冰来，兰博赶走，哎，被包了，怎么说？直接走了，我的。放出去的瞬间吃饼干，然后那个 Q 再返还你蓝。安妮也是，真可以，就是去是、啊、去做一下中路的这种，对吧？但这些不是应该是个人类都知道吗？那不一定啊。哎，没撞到墙，那个还是能杀。没闪的蓝宝确实等于白给。老头杯零点五费的打野吧，还在玩打野，就还在玩打野。哎，不玩 solo 了，拖回去又拉回来，然后再拿一拱回来，怎么说？老姐跟上，但是被约德尔先生砍了一刀，要死了。等会，碎两只，这波怎么说？杀几个？先杀一只，然后再 Q 闪。瑞尔来了，瑞尔来了没用啊！北川上啊，一个瑞尔你怕什么？什么情况？现吃了呀！啊，真有点厉害，不知道，真不知道怎么做的。TP 来了，哎，要打这个 T 位置还不错，直接往回组，喂，有角度。这个野留得好呀，这个野。大陆蓝宝单吃塔，但这个时候蓝宝单吃塔也很爽，确实很爽，给他补了一大波发育。怕那个你也很怕，那肯定 BP 不了啊，很难。对啊，这种 BP 不了的。哎，蝎子如过来，怎么说 ？W 先减个速。哎，石子往哪儿丢呢？好、哦，我知道了。因为等会儿先看这波，我们再接大招，碎接大，好稳定的控制。拉回塔，拉回来，但是蝎子没意。他们这是什么？还在 BP？ 是的，还在统计用过的英雄。这再看一下。罗恩加莉莉亚杀这个盲僧太简单了，小鲁兰博又死了，周三道闪现大招，哎，这钩子挡一下，怎么说？勾到了，这没挡住吗？哎，这个大，哎，周三接大没大到，但是气死鬼瑞尔，还行，很可惜，这波。可惜左边不是卡莎，那就再多杀至少一个。夏季赛的时候好像就利物玩了两场啊，这是第二场。我觉得就是单纯中国玩家喜欢这个，喜欢这种飘野。超红了，直接塔下被越。这还有大交 Q 三再消耗一下躲技能一级。这是敢 Q 风 ，Q 三上去。第一时间想接大的时候被瑞尔踩了，那就死了。我之前看过一个统计，中国玩家最喜欢的英雄是亚索。要懂大龙，这个眼是看到瑞尔了。哎，兰博 TP 没有好，怎么说？兰博的速度，兰博他还在带线，瑞尔过来烧一下，好像不是很快。我看了一下，对的，还行，还有四千血，怎么说 ？T T C 摁来了，北川，哎，好感不及，能杀人吗？碎一只，有远程技能接吗？好像也没有。这个反应好像有点慢呀，就是确实太慢了，完全第一时间没想过对面吃大龙。这兰博没有 T P， 在下面还在待。就只要对面有那种能绕你的英雄，会就没那么好发挥。然后左边就是那种。只要各凭本事，踢了，踢到后面了。哎，瑞尔位置不错，蝎子就位了。左，瑞尔位置真的很好，113的阵型。兰博现在还从家里面走出来，刚刚买了两件踢出来了。小龙，看一下谁能抢。莉莉亚在里面闪的，蝎子准备要推人，推谁呢？推过来，泰坦已经死了，推到莉莉亚了。到了这个龙。接着拉一下，卡莎在无限输出，永恩只能大走。哇，这波团都给 EDG 打赢了。爱德华游戏，永恩那种位置站在正面其实也没那么好发。应该来讲，前面是能小优一些，然后打成这样有点难受了。哎，
每波都是一个坦克能开。来了，要过来逮，要过来逮永恩。别开车了，永恩大招回来，我不能拉，拉到永恩了。永恩在这里吃技能，完了，永恩好像倒了，爆了。艾德华游戏，爱德华游戏要2-0了。不好说，蓝波撒个大，有人掉血吗？没人掉血，蝎子太肉了。W 减一下速 ，Wink 过来直接捅，能拉住吗？哦，这力量还在拉住，这600移速没人跟得上的。他莉莉亚很打得很肿啊，一个人在那里跳舞，在那个灰的脸上跳。玩这英雄就得跳舞，不然玩不了。蓝波是 AP 鳄鱼吗？差不多，感觉没那么夸张吧？老鳄鱼太烂了。哎，大招捆了个蝎子，但是没伤害啊！你看这蝎子，哦，交闪，再逼个闪出来，踢回来，没穿，被踢回来，两下直接如死。说爱德华游戏烤在上面都不掉血，那会给个双 W， 没人掉血，差不多了呀，这把爱德华游戏要拿下了，真感觉还没有鳄鱼。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鳄鱼，对吧？鳄鱼好歹有个红木咬，能跟对面自爆一下，避一下伤害。这兰博大没伤害，然后进去一秒死。左边能在侧面跟绕后的人只有永恩啊。刚才两波永恩全在正面，都被带走了。卡萨 W 没中，在正面泰坦顶不住，这个团开不了。说要来，先打过来勾一下，兰博下大招。翻译大到了双 W， 哎，等会儿这波反开不好说吗 ？TT 要翻，翻温翻不了，蝎子盲僧没人打得动，就在后面贴膜。对，没有大龙，看一下，然后现在清线的人都死了，兰博也没大，兰博34分钟有没有200刀啊？差不多200刀吧，差不多200刀，第三件还没做出来，说直接推就行了，想杀人也行，反正随便扛。我真感觉鳄鱼好像更有用。确实，如果完成这种局面的话，确实鳄鱼更有优势。鳄鱼起码能晕人，兰博只能晕自己，兰博只能沉默自己，沉默自己，有点难受。红温，然后爆炸，然后哇，怎么说去断线，但是没用，他连冰都烤不死。管你，开始打野。哇，恭喜爱德华游戏。感觉直接转战老哥呗，很有希望在这一组，是吗？对，也赢了 FunPlus， 赢了 TT， 就下一组再稳一下，稳吃的话就进了。好像也是这么一说，真可以。